现在准备比赛开始，是由大成国小的黄雅雅还有张耀瑞对抗台北市民权国小的选手，应该算是比较，对，就打到民权国小，大家会非常紧张，他们应该希望他们会有好的表现。比赛开始，雅伦进行发球，运赛发球得分比数1-0，雅伦继续发球，右位杀球得分比数2-0，雅伦继续发球。后卫拨球得分，比数3-0，两人发球。对手出界，然后比数4-0，两人发球。右卫杀球得分，比数5-0，右卫两人发球。竞赛总报告：8:30。目前比分5-0。嘉义市北园国小。有空的人可以帮我打比分。叶国佑，请至竞赛组报告。对手得分比数1-1。嘉义市北园国小吴嘉佑、叶国佑，请至竞赛组报告。对手发球失误，比数6-1，右卫发球。亚伦杀球得分比数7-1，右卫发球。亚伦杀球得分比数8-1，右卫发球。亚伦杀球失误，比数2-8，对手发球。对手失误，比数9-2，亚伦发球。右卫得分，比数10-2，亚伦发球。亚伦攻击得分比数11-2，现在中场休息。现在比的是6年级男双，然后现在是由亚伦跟右卫对抗北市民权国小的选手，现在比数是11-2，现在目前暂时领先。杀球，然后得分比数现在12-2，亚伦发球。亚伦推了一个背角，得分比数是3-2，亚伦发球。对手接发球失误，比数是14-2，亚伦发球。杀球挂网，比数15-2，亚伦发球。右卫杀球失误，比数3-15，对手发球。
攻击得分，比数16-2、16-3、16-3，热烈发球。对手接发球失误，比数17-3，热烈发球。多往前球得分，比数18-3。又要发球，亚伦扑球得分，比数19-3，又要发球。杀球失误，比数4-19，对手发球。对手犯了失误，比数20-4，亚伦发球。比赛第一局拿下来，现在准备换边，局数是1-0，暂时领先。现在比的是6年级男双啊，然后现在是由张艾瑞跟黄雅伦对抗北市民权的选手。现在目前第一局打完，目前是1-0领先，然后现在准备打第二局。现在是由右卫准备发球。对手出界，然后比数是1-0，右卫发球。抽球失误，比数1-1，对手发球。杀球挂网，比数2-1，亚伦发球。二手得分，比数2-2，二手发球。放网得分哦，亚伦放网得分，比数3-2，右卫发球。右卫拨球放网得分，比数4-2，右卫发球。也是亚伦发球。两边没有沟通好了，对手得分3-4，
准备换球。彭俊伟、尤真凯，起至第三场地。他比数是3-4。9点钟赛场，右男双吴明丹参赛选手，请携带球具至竞赛组报到。9点钟赛场，右男双吴明丹参赛选手，数4-4，请携带球具至竞赛组报到。放网得分啊，比数5-4，亚伦发球，六位发球，投错了。播球得分，比数6-4，六位发球。5-6，对手发球。得分哦，推后场得分，比数7-5。发球得分，比数8-5，有连发球。亚伦压球得分，比数9-5。小失误，比数10-5。连续压球得分，比数11-5，中场休息。现在比数是11-5，然后现在进行的是第二局，现在目前大成国小是取得领先。第一局已经拿下了，现在是第二局的上半场，是领先的，是比数是11-5。现在比赛继续进行，刘亚伦发球，比数是11-5。发球得分，比数12-5，亚伦继续发球。对手没有人挡，比数13-5，亚伦继续发球。球得分，比数14-5。压球得分，比数15-5。两个今天状态还不错。发球得分，比数16-5。又要抽个对角得分，比数17-5。
各省出界，比数18-5。比赛啊，各位判断失误，比数6-18。球队中赛场又两双，乃是海淀国小和国浩陈威豪，台北市福德国小曾国祥。对手接杀球失误，比数19-6。火力科宇徐州蔡元静。6-8。选手请携带球具至竞赛组报道。第二拍杀球得分，比数20-6，抢得赛末点的最后一分。比赛结束，由八成国小取得2-0。